干啥呢？翻来翻去的。我要把刚才喝的药摇匀喽。摇匀了没有？为什么妈妈说我们是卧龙凤雏？啥意思？非常厉害的意思吧？哦，那我们现在玩点什么呢？还玩？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屋睡觉。不会的，妈妈只是吓唬你。瓜豆，想回来不？还有一个冲剂，你得让他喝了。小意思。你看我给你煮了一杯可乐啊！你不是没喝过吗？你想不想喝？好啊！别急呀，喝可乐也是要有仪式感的，要一口闷，喝完要打一个大大的嗝才行。哦，好的。预备。开始。